所以有意无意给一切有情众生，包括动物啊，结了多少冤仇。啊，唯一的方法就是这一生当中真的万念放下，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，清净弥陀啊，往昔今生所有一切冤亲债主，等我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之后，我再回头度你们成佛。啊，真正来还愿，来报恩呐！啊，从今而后不再有恶念了，不再有恶行了，也不再有恶的言语了。身于意，善业，纯善，纯净啊！世间人追求真善美慧，尽善尽美，在西方极乐世界真正落实啊，真正实现了。我们看这个第二小段，我以信愿持名念佛，这叫三资粮啊！啊，信愿行啊！啊，支持名号，